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期主要是随拍一下四月中旬的花园，坐标是瑞士德语区。首先是连翘，现在是正在花期，虽经过了月初的降温下雪，只是迎春花变梅花了，但是仍是开得正热闹。算是这个时间段里花园里的颜值担当了。连翘树下是一丛球茎类的小兰花，不知道名字。还有洋白菜也在花期。这一丛是燕尾花，花期在夏天，紫红色的。旁边地上这一丛是地被植物南亭芥。多年生的，现在四月正是花期，花量很多，很漂亮的紫色小花朵。常春藤，四季常青。这边种了一棵爬藤玫瑰，是大红色的，可以看出有很多的芽点。这是正在花期的水仙花，黄色的。这边是杏树，也是在花期。这一大丛是香雪球，已经有很多花苞了，就有个别的已经开花了。如果开起来会非常漂亮，白色的一大丛。再往上面走是一排不同颜色的郁金香，下面还混杂了一些燕尾花。这边是今年新种的竹子，这个是亚洲品种。Asian one 的，再来这边一丛就是葡萄风信子，紫色的，现在也是在花期，长得现在施了肥之后长得壮一些了。再下面这边就是有一排绣球，同样的颜色的绣球，一长排。这边是前院门口的一大片正在花期的银莲花，这应该是野生的，上面是一颗红玫瑰。这一棵是绣线菊的一个品种，具体名字不知道。现在已经有花骨朵了，是开的是满树白花。我待会儿把德语名字打到屏幕上面。旁边这棵也是同属绣线菊品种，白色的，目前也是一片花骨朵。这一棵是准备移栽的粉色玫瑰，是爬藤玫瑰。再来正在开花的这些就是报春花，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报春花。这边还盆里面还种了，这是一棵水仙、艾草，下面还是报春花。再来这边就是铁筷子，也叫圣诞玫瑰。就是剃根草也是，现在还是在花期，从3月份开始吧，到现在一直都在花期，大概是可以开到5、6月份吧，到时候是可以收籽，然后再种的。紧接着这边这棵绿色的毛茸茸的是罂粟花，这棵是开蓝色小花的多年生的，后面是繁根。这里是种了一片多肉，还有一棵大的迷迭香。这个迷迭香已经长了几年了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。这边就是几个不同品种的多肉类的，具体什么名字叫不出来。这个是刚移栽过来的地被植物，也是常年绿色、开蓝紫色的小花。这边也是一片地被植物，花期在7、8月份吧，开白色的。再来，这里也有两棵竹子，这个是另外的品种，比起亚洲的品种，颜色稍微淡一些。
这里就是后面的小花园，然后有一些花盆是培育了一些品种，扦插的或者是移栽的。这两棵是球茎类的，现在也是正花期。这棵树苗是紫藤树，这个已经今年应该是第三年了，但是还没有开花，留了很多的枝条，主要是做枝荫用。这里是今年改造后的苗圃，用石头做了围栏。这里有种了一些大丽花，还有大冰菊，还有这是梵根，这是非洲菊，这是一丛多年生的天竺葵，开小花。这片空地上以后都会长出草坪来，已经撒了草籽了，做成了草坪。这就是4月中旬在瑞士德语区光照大概在10个月的我家花园里的一些多年生花卉的情况，希望你会喜欢，欢迎大家一起交流，一起种花种草。